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妹。今天我们打算吃京味酥。由于这个特殊时期，咱不能出门啊。咱今天的食材和这个传统的京味酥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啊。这家里有什么就算什么了。这是用香油和的酱豆腐和麻酱。还有香菜。白粉皮儿，咱代替红粉皮儿啊。香干儿，这个是果子，上午剩的点果子，就代替这个面筋了。豆芽菜，大量的豆芽菜。咱开始和个馅儿。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味道不错，味道不错，越吃越香，越想吃美味的美食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特别好吃，很好吃，越吃越香，越香越吃美味的美食。这包子刚出锅，自己家包的这个个头就是大，个大馅足。嗨，今天咱难得吃点素的。看这里面的酱汁，这里面有那个香油、麻酱，还有这个蓟县的酱豆腐。这个素包子口相对的咸一点才好吃，看这食材多丰富。这里面涵盖了所有的味道，特别好吃。像这大包子，我这一顿能吃个五六个，呵呵，大伙儿能吃几个？正好这特殊时期，省得出去吃了，在家自己可以尝试做一下啊。行，今儿视频到这儿了啊，拜拜。